個屋邨嘅。背上個重書包放學，寒冷廟裏真都不好，穿梭機快快地掩蓋。一家七口三百尺樓，各有各分分一個，電視劇晚晚都精彩。
大家知唔知道啟德機場而家仲有嘅？其實當時咧喺我屋企行過蘇豪江，再行過啟德機場，沿路經過好多隧道，我就會聽到啲聲。Por lo que somos más dolorosos.